报答的江哥，爆浆哥，爆浆蛋糕，乱取耶！爆答的江哥，爆浆哥，打五条，这里张卫兵的阿勇伟是不是跟打是不是？听了，轻轻松松跟打兼听牌，对，对不对？舒服，最好的就是这样，可以跟又可以听，对啊，非常漂亮，能攻又能守，就是最好的选手，而且还可以模糊对手，以为你下车，怎么可能模糊？我你四公分，我永远不觉得你下车，哦、oh, ，我不可能的，你每一张牌我都看在眼里，而且现在更好，以前我要花很多心思去记海底乱序的牌，嗯，我现在根本不用记了，所以现在比较好看的，现在这种竞技式的牌。跟世界接轨，这个是标还是国标还是日麻或其他的标准麻将？这是帮助大家，帮助这个一些初阶、中阶选手，但大家不用记牌了。嗯，对，这其实对我是不利的。对对，对于这种经验比较多的，是真的比较不利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少了优势啦。嗯，我每一张记条条啊。对啊。谁打的什么顺序？那现在不用了，现在大家都排整齐。碰碰胡。碰碰 Fox。碰碰胡单调七饼，尼斯胡单调七饼。这里博渊进牌听牌的话打八饼，听四七饼，对，有吗？听四七呢？一四七，听四七饼。哦，你说没有一，你说听对，听拉的比较长音，对，只是刚好听有这个一的发音，对，有个一的注音在里面，对。门清四七饼，但七饼会被蓝符。恩告呢？恩告还早，哎、欸，也没还早，他稍微这个平行边走边玩了一下。江哥这里爆江哥单调了哦。这里没有爆大，就不能说爆江哥了。嗯，这里要单调什么？想一下，万子选一个，看一下海底的万子，有出一五六一五四六八，所以他可能打五吧？哦，打四，四也有见。嗯。一输，失落的世界，砰砰放是单调，单调。恭喜阿尤伟啊，阿尤伟啊，老劲啊，好多台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我想跟师弟分享。我之前讲很多，这个是牌选你，不是你选牌。是。你运气好的时候，七饼，你听七饼，七饼就来了。很多以前我会觉得是哦，选对了，我多厉害，七九饼我选对了，不是。要不是那个你摸到七饼可以跟打五条，这不是都是牌的安排吗？对，这不是你厉害，你那好，你以为你七九饼选厉害，也不是。你听八饼的时候不是你厉害，是你送你七条让你跟五条，是不是？那你听七饼的时候选九饼不是厉害，是后面牌七饼给你。是，而且这是失落的世界。对，还是失落的世界，这就是安排的啊。嗯，以前我会很骄傲，觉得我看我打多好，单调碰碰我都自己选的，我打到四公分这么积极，然后还去听卡张啊，我还是故意换单调，我还选对张，不是，是牌选你，不是你选牌。嗯，我们必须要谦虚，